就已经过了七年了。我们要开一间餐厅，宠物友善餐厅，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是会是蓝屿的流浪狗。把赚到的钱回馈给需要帮助的人。全方位、多视角、360度记录三个男人、一条狗的冒险旅程。我们一定严格遵守，跟着达悟族人一起保护海洋、友善环境，打造一家友善宠物餐酒馆。哇塞！开店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离我们开店了，这还没烤完啊！两只烤，现在烤了老半天，我要一直翻啊！以不破坏大自然的方式获取食材，回归自然。它跟陈导太像了吧？淳朴的心境，大地的面貌，也勾起三个人最纯粹的初心。面对各种难关。是生存考验，未知恐惧。你跳我就跳，我要回家。还是人情冷暖？妈，都几点了啊？你又先给人家在这儿，他们也意外获得坚定的勇气。你以后还会来吗？可能会啊。欢笑。大堂包饺子，楼上是吧？呀，趣味，不行啦，要做生意了。快点啦！亲情，我妈妈不见。哎呀，你这样会弄破了你。没事了，因为我的孩子也不见吗？真的假的？友情，你很在意钱的是吗？我还好啦，我觉得就已经过了七年了，也没什么好。对啊，人都会犯错，我以前不是一样。看温柔的野兽，好客的店长，加疯狂服务生，烤台制霸，很有卖相的，有点焦焦的阿干。What the fuck？ 你这怎么开店啊，兄弟？共同在美丽的岛屿上体验一场惊奇冒险。最终能不能完成使命，让餐厅顺利营运，达到捐款目标呢？万全明星挑战友善生存法则观察类真人秀，我觉得是往后面。2020年12月18号，每周五下午5点整，极岛冒险，六浪911。